八个老度新竹人户口向本地户是一栋四面八方的风转洋楼，老母人落个差不多穷下死去翻身，养儿也当穷养。伊个出身落个艰辛，并发展个退休。本地户老是种出春光供应物，繁荣过去个最好的见证。台户口提起，本来农业为主，有各项事种出，都欠两门烟气，陆续来可以欠翻身。1893年，火车头设立罗浮桥。1926年台，罗家落成，为本地方大业商业发展。八角楼所在的地理位置，特别是新埔到浮桥的交通要道，提供老家发展商业的机会，也都列为开始一段客家种出都两代土地生根发展的故事。罗浮桥提起，特别按照台湾后，位在台湾西边平安到山体交接处，是北台湾南北交通要道，两代三面环山。虽然当作的土地变成广东式西来人木柱土的薄地，一小度罗浮桥川荡桥探港是由潭水通地李行志所做的事，还用讲的河堤上彩台浮桥又在金丝抽不掉冲港来做岸波罗八水桥，虽然做得到，金运万万条。清朝初年，为了防止汉人日渐开发到出现冲突，官府挖一条，决定汉人到原住民的人为界限，土牛角。罗浮桥提起，本来的土牛角东片，嘉庆三年1798年。让正式开张，我们按照台浮桥，但这里开两眼间已经有千户、亿户、里户、大户等族群来四千的记录。在浮桥上文献记录，本地区最早的汉人开垦的记录是开两59年1794年。清乾县等人受到偏埔族竹坎沙统治，清代台湾原住民犯下台表乾自拍的照片都波罗文开发，竹坎沙老广东西来人都波罗文开始天顶风貌馆的两条石河坝上开垦，都本地户四片的本地户杨师傅、台富桥、布信、老北市海街、北市等地。我到清时年哦，来台族哦日巡工，佮下头我到提九社族，佮在清朝时代乾隆初年啊，我到台地来做。可能4年至17、18年左右，哦，土家太太，佮种爱的祖太，按我两家两个来广温宫，到广仙宫，时间因从广东省哦玉凤人八万乡林祝村哦吉水，人家提名来会所。啊，来到台湾，哦，当时当然非常的满险，非常的险峻，去一家石桥啊，啊，安全来到台湾。初次啊，到个新竹南寮个边，啊，喏，染树林啊，当初啊，喏，竹墙、树林头，哦，两只位置，
你看台提示我机场南了的附近了，都在到上岸，都在到港天卫生。嗯，我到台湾以后啊，就唔知几个几多年，你也个冇记载。哦，然后因特地相识的亲戚，其实来到福桥是唔的哈。啊，你来到以后，当然更重会业吧哈。嗯，日七度，这孙的辈，孙的辈，啊，有天性共哈，声音状态以后。啊，来可能是来到浮桥，先来到浮桥发展，安尼啦。哦，另一个吼，可能啊，天津公啊，佮地平啊，都有出古有记载吼，讲佮从后生的时节做过创烟，哦，佮创烟，那么他做的主因，佮东西个传说啦，是讲老夫啊，浮桥老夫老太幸福，在佮边做创烟，当然。英雄不怕出新代哦，啊你也不会言哈，各司机可能提安因没错哈，安过了啊，一七多，一七九四年，一七九四年哦，该平埔族按照钱子白哦去造反因啊，来溃田浮桥啊。很可能是用各种西啊，即是响应那个钱子白的号召，哦，来开垦一幅桥的放题，哦，应该是1794年，按去开垦，大概开垦之后十年，1804年，哦，1804年，按去是卖呀萨巴山，大窝口萨巴山附近呀附近村了、啊。沙巴山去去台湾下头路，差不多到波罗文的波罗文这个俩差不多70几块土地，哦，那边卖起来，哎，刚起起差不多50-60左右。另一个，他用人啦，台湾上话用人讲，另外就前十年两年去跟他讲，讲哎呦，台湾个天津公哦，骗个个都平埔族了，哎，那个土地上当然是主要是去注意个，哦，该都不腻，该都不腻，哎。哦，其实唔明嘅咯，因为我哋都你也有个契约书都还在，有三种嘅契约书哦。个契约书都系怀祖德起后坤，你要去卖1804年到2004年都200年啦，那209年的时间又出一本你按怀祖德起后坤两本书，两本书地本哦，还是老个。记得有条白卖体个契约书，我落去认出到里头，啊，你啊书哦，台价我条前几年呢，记得是30本哦，台价就可能多。罗浮桥的开发者，大部分系来台第二台，或者第三台。罗浮桥落脚以后，19世纪慢慢的兴盛，总出。并建立共和，像是罗发科、清时烟、张六科等等。穷乡人大穷害现象，到罗浮桥非常普遍。本地人用物来称呼穷乡老太族排下子孙所组成的种族，到口语也有不少用种族来按名的小提名。比如说本地屋的老屋、义屋、李屋，到今半年罗浮桥还保留当多栋公堂到主塔客家种族建筑，显示到罗浮桥还是传承到种族的现象。这个我们从乾隆年间，乾隆五年来以后哈，最先在新竹的旧港那边落脚嘛，落脚，然后就一直往内陆迁，因为海边大概早来的哈，人已经捷足先登嘛哈，那就都很平坦，那个水源也比较丰富嘛，而我们慢来就是寻寻觅觅，一直找到，我们现在湖口的那个
湖口高中对面那一带，就现在王永庆的诊所那边了哈，在那边落脚。那真正的台湾发迹应该也是在那个时段了。所以我们祖先第一个刚才讲，第一代只有一个人来，第二代才有一个，第三代才六个，所以我们张六合就是来台祖第三代的那个六兄弟啊。当然六合，对。然后我们第四代也有24位嘛，到了第五代庆字辈有92位，到我福字辈第六代有261位，比我下一代像我儿子那辈满字辈啊有583位。我们有字辈哈，那世系就是殷心吉庆福满堂，谦让能敦万世昌，家学渊源垂眼少，文明大起发崇光，就是一首七言绝句嘛，18个字嘛。所以我是16世福字辈。早期对，因为早期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都是农业啊，农业，而且也稻作为了。早期的话也水果什么东西那些也人民也没有购买力，而且这边的条件哈，刚才讲这边很高昂，又土地很贫瘠，都是黄泥土，又风大，水分不足啊，所以。以前我们没有种茶了，但是我们刚才讲张顺进他在里面有种过茶了，他以前有，但是后来那个变成球场卖掉了，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以水稻为主。台富桥庄快庄以后，罗富桥慢慢的兴盛，农业为主，种畜力量为中心，稳定发展的社会奠定以后繁荣的基础。19世纪种业以后，罗浮桥慢慢的变成浮桥提起的中心街庄。1893年，基隆到新竹的铁路通车，车头是设置天主堂浮桥，带动罗浮桥的繁荣。最早的说明罗浮桥过去繁荣的经济。是在浮桥落街，铁路通车以后，各地方资本家一当然来到罗浮桥。到日本时代1914年到1929年，建成金本业罗街的商店家屋。本计划罗屋到罗街的兴建扮演到重要的角色。甚至1915年。向人提防时信来创建3面宫，建市建庙所需的土地。1916年，罗浮来台亭台罗之王配合全民政府推动的市区改建计划，老群山一节到3面宫，到火车头这个名下的天啊新墙改建体投入新兴建设土地开发事业。为了鼓励森林的进来，甚至3面宫附近是一间四吨3宫店厅下非常发的店面，也提供税务的优待。其实不一块在农建，农建啊，农建好多放在马路上。一个历史上，日本的马路烟嘛哈，这个人字多一画，沙跟山南面，就站在老街的哈，一块口，因为刚铁路都在那边的呢，一块往上点，但是相继该人点，是一块往上点，总一块，这附近内啦，所以讲靠下总农店的话，当走过创个大方便呗，就这样意思啊。承蒙楼子里楼人杰帮我赚那么多钱啊，都靠收租过日子。我讲实在真是这样的，老街都是好吃份那些啊，我们还有啊。他那时候买的土，楼人杰买的土地买到现在中正机场都有，那时候现在被征收了。机场？青浦嘛，那边，对不对？青浦那边。那哈，一直到新丰乡啊这些啊，因为我问声搬出去，楼人杰搬出去的原因是因为这边买不到土地了，没东西可以买了。这边都附近都楼家的嘛，但那边因为有某姓氏的人哈，他开始衰败了，他卖，罗文杰买，跟着后面买嘛，所以罗文杰在民国30年，他
最风光就是他过世前几年了、啊，那最风光的时候，几乎天天买房子买土地啊，很厉害。他罗文杰对金钱的控管非常厉害，而且头脑精明。罗杰的算计，写到当当外天音来里会透支。本地除了罗福，也有朱家、让五家都罗杰做生意。家屋别当融合到巴洛克风格，老中国式极相罕异的华丽发色，说明到两条街当然两百闹热发达。老罗家穷下兴建的八角楼，为在新埔到虎口的交通要道，还原当时罗虎口老孙行改装之间商业发通的繁荣。徐林公啊，他一对罗虎水台公路，哦，灌溉沙堤，灌溉沙堤就罗特族的盆地啊，吼、起了几百户了嘞，都甲别林沙天慢慢起了种料理了。徐林公就做了了台公路，哦，那就有沙堤公上位双本，哦，双本了地了吼、哦，就为了祭祀啊，公婆建立了双本嘛吼，了双本记录历史，哦，可是。因其其他都了蒙托，蒙托，哦了指定水台公路，还有啊春光双埔，就春光双埔就指定公的阿公的嘛，那个春光双埔，哦去也做下来嘞，而且记录到老可以是了历史啊，就指定公从宁夏过参详是吧？宁夏公的台来，台来共从当天摸下车哦，跟去差这个景色是嘛差很多。因为你指定工程是阿平，是平的，是平的母亲嘛，就八九了伊死了，死了，到年纪讲可以是心理上做开单做生意，存有钱，但可以是有啊风流了太太，了人有钱好喜，哦，社会上啊有钱好读书，当然啦。主要我风流我喜就喊来年纪讲的工作了。不要听到是主要谈论了，主要是服了服个大什么老公听嘛？哦，做了其他件务，其他都做个创意嘛，领导实际上方便啦。好像有点像吃肥肉啊，或者说吃力不用啦。但是罗家的双计，天等一九二九年，火车头驶到新虎口麦乐，罗福春光宫派下的人事部青年。天灯都新虎口火车头对面开马如尼商号，做美国老仓库的生意也没维持已久。罗福的商业发通，天灯罗家的脉络都战后宣布结束。三路六十号的应该五十二号加到马如尼，但是指定共国庆，你可以共国庆以后过马如尼啊。马路烟呢，也是当然用个烟丝灰去做生意嘛，哈、哦。马路烟嘛，因为啊，其实你可以讲高兴，以后变成我会把都吃，啊，都我会把的，我会把都，你可以讲拍便宜嘛，哦，虽然讲没便宜啦，但是大家还没你过就变便宜，同个加你说农烟地，因为从便宜嘛，一个便宜台烟做生意有嘛，做改变改了马路烟嘞，马路烟也都是农烟代表农烟客嘞。罗尼克给他洗台了，哦，那马路烟啦，哦，刚好铁路生意都好做，哦，公路没发达嘛，哦，铁路新烂的生意啊，比如这个你要保险方朋友们，哦，火送到虎口插头来，那你这个乌卡有仓库，有仓库都等于了量，哦，个仓储的生意，个是都两手票，哦，有合作，哦，大概两手票给你。收购以后米量嘛，又讲咱创不来嘛，就加上你现在当副总，哦，到六十年以后个铁路慢了以后就无啦，是啊，也拆派不拆退嘞，哦，了完全无所量生意嘞。米商哦，粮食局的委托仓库，我做那个粮食的委托仓库，哦，这个是政府呢委托我们。那个时候的做出来的那个米啊，通通给
那个我们那个陆海军啊配给的。主要我哋啊，几年工诶时间来，承办出几条副桥咧，个副桥中山路、红线二号都陆续好，主要搞个啊，副桥诶人生村一定，哦，佮条街路啊，就使用地图大点，哦，跟地冲水路面都创古料，都创古高，哦，冲水路个，啊，部门都每都都了咯，佮使用地全部后个人生办走啦。攞住點工係下年送我去沙到富橋田嘅，所以出冇外界咧冇做到到世界各國出唔了啦，世界各國啊國家都出唔了啦，全部送到富橋度我信，而家佢講到新富橋送我係計啦，啊老富橋係嘅農民腰先就哦，先到農民口哦，特別係老水面。嗱，我慘到五十年。罗富桥又转到安庆的农业社会，火车头驶走，连带的落双机、落烟草带走罗富桥，到日本时代开始到战后，都市化、工业化冲击罗富桥地区。民国64年，新竹地区先到富桥部落文。本来农业为主的乡镇，生产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但是本地的种族组织没不是因为安样的改善，种族用新鲜空间让共同来白白发动，让传统客家文化对阿公婆的尊敬等很多力量，联络种族集体的感情，并维持到组织，比如公摊、祖塔等新型空间。公园拜阿公婆落挂旗，也都种出法统。民国50年末到80年代之间，因为建筑老化、重音增加，导致空间唔大，也系状态建设与高速公路通过。破坏风水等原因，罗富桥各种错，当多了修建公摊老主塔。这个我们的公厅哦，是1908年哦，刚西是利用家里这样子摆了。1908年是正式盖一个单栋式的公厅，单栋式的，这是第一个正式的公厅哦，单栋式的。按民国35年哦，又改建成三合院的公厅，35年，大概也认为说大家的经济还可以，单栋式哎哦太简陋了哦，还盖的就公厅哦体体面面哦，按我们也希望有家比较像样的公厅哈，按结果是民国35年盖一个三合院公厅，我觉得那时候盖的还。不错哈、哦，不错。安国了，民国69年，又加盖了前厅、前堂，哦，变成四合院这样的。安国盖两个六角亭，哦，哎，这个这样子，其中修了两次。当然，每一个姓、每一个族啊，它有它的特性跟它的文化传统。啊，我们张六合哈，也有特殊的那个，像我们虽然派下员分散全台湾甚至外国，但是他们逢年过节都会回来祭祖。我们没有给人分，有的人哈啊，我今天到花莲到台东要回来这么远哈，把祖先分香过去，我们并没有，我们没有这种那个。但是要拜他当天拜可以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分香啊，所以我们好就是有一个祖堂可以作为精神的象征，时间到不用通知，大家非常准时回来啊。我曾祖父传下来就这样，不要说我不是我祖父，我不是曾祖父，我祖父传下来就从那个基隆啊，金瓜石基隆市也有到高雄也有，你看这么样，平时要见面是吧？借这个拜拜日的话，他们回来我们就有那个了，就有
见面啊，聊一聊什么这个联系，所以祖堂是一个维系宗族亲情非常重要的地点。像以前早期几百年前没有电话没有什么东西，时间当然之中就会回来了。而且我从民国79年接这个管理，就是组长了21年了，我接的时候才44岁，还算蛮年轻的。一般组长都是60、70、70、80那种，所以我接以后我就这个统筹这个祖堂的改建，因为以前讲了很久都建不了，我接马上就改建，就后来也建的规模，大家都蛮称道那个。除了修建总出的新型空间，各族出也继续来修转族谱。按照原来没有人开始来默写录像片古文书老其他文物，只做得看到是富桥种出文化受到重视的表现。共产哦，特别对于共产啊，重视共产孙人代，俺创的是共产料，但是共产地方很多东西啊，你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哦，对。所以我想来退休以后，94年，因为90年退休以后，俺开始整理这个。200周年特刊，第一本呢，我写了一篇，那个发前度西见，发很多精神啊，参考很多的这个书籍。看得到的种出文化资产受到重视，看不到的随时经验，才慢慢的消失的危机。你用壮烈火为例，不难读白阿公婆的武术，让央视表演。3年前是天台的本季末罗福的徐太英也感慨，后生人含重视种出的法统。那早期的话，我们有训练这个舞狮哈，那个武术啊，18人我们都有表演，因为现在训练很苦哈，那些年轻都不愿意，大概10几年我们都年初一都有表演了、啊，当然要功夫，那个人是客家师，还有广东师很花俏，那我们也有，但是我们没有很高级，都跳桩的，一般的这些我们都有。然后有一些武术表演啊，什么铁尺啊、双刀什么那毛啊，什么双打、对打都有，都蛮精彩的。我还有些相片留着那个。我们以前就是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到9点有武术训练，那3、4年前还有那个联合报还有其他报纸也有来采访过。当然，刘立全一直那个哈、哦、要防卫，因为刚到台湾要争地盘、要争水的东西，可能都会发生这些械斗啊，或者闽客啊，或者客家之间的话，为了土地、为了水源啊，都会那个。所以为了防身，每一个族姓都有。我们张六合在这方面蛮那个，所以18般武艺有没有？我们都有啊，什么那个长矛啊，什么盾牌啊那些，以前我们都有那个。就圈套的那个什么铁尺啊，这些，那大刀那些都有。我最近几年哦，因为那些人受不了苦，最近几年大概3年就已经停练了。之前我们过年还有他们会出去舞狮哦，还有外快啊，人家都会送红包啊。像我们乡公所早期我们有团拜，现在没有哈、哦。上班第一天团拜，我们张九和的那暑假他们就寒假他们就去表演给我们看了。当然练的话，小大概小学2、3年级有1、2年级就有了，因为练那个功夫的话，像大陆也一样，都是要很年轻练哈、哦，这个身段才会柔软，然后要那个，但是教练要求很严嘛，然后学生哦，从国小、国中，甚至到高中到大学，到学高中的话，准备升大学，考试越来越重的压力哈、哦，又很辛苦啊，弄一弄有的就不愿意那个了。当然，其中有一些几个也相当不错，因为他有这个那个哈、哦，就保送到什么体育大学、体育什么那个体育学院这样的。因为各种错散漫委屈，重要的技师法统还能做得同音重音，到各地方赶着来。不论是西到台湾哪一只地方，也是到外国工业化。老杜西法带着罗浮桥的人是没办法当的西台潮流，
但是人虽然离开，大家的心未罕系强下几点罗浮桥。罗浮桥从民国八十六年开始陆续推动社区养草、修建路街、天主堂闲置空间再利用等工作，点缩很多年的街路，用浮桥路街的身份影响新世界到新的生命。台湾后八国楼的命运也都在两股风潮之下转变。浮桥老街的问题是它纵深不够，那只有一条街往往会使得一般游客来到浮桥老街，在还没有很深入了解浮桥老街的时候往往就离开了。那于是我们在整个推动浮桥老街活化跟整个这个风华再现过程当中，就一直希望带更多的朋友能够往后山走。可是如果往后山走没有一个重要的地标，没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上了这八角楼。八角楼的建筑样式跟湖口老街非常接近，只是它是一个独立的建物。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让这个闲置的房子重新利用，来达成让湖口老街纵深可以能够加大，让游客可以看更多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我出生在个八国楼诶，脚下一间啦。当时个八国楼无人这个不带啦，是外公，记得外公那个占个八国楼诶，他没有当啦。坏掉。哦，没有好，又做好，嘛都是你啦。俺近期那个搭村民是大概隔壁个无。外地的啊，特别该是房间嘛。又在上去，廿四十六一间一间啦，我们一间是割起来，做几条做结婚啊，是做间啦。八角楼的再生，提供安尼思考罗浮桥未来发展的新想法。一则用浮桥路街为起点，台湾后八角楼为节点，结合本地客家文化到自然景观的新观光路线，到浮桥乡公所、台湾后促进会、到交通大学团聚的讨论之下，慢慢的生出来。基本上，关于它作为湖口老街后山的一个重要节点，我想这个是第一个重点。那任何人。到湖口老街，我们就多了一个地方推荐，他可以往这个八角楼走。那当然就会经过步道，当然就会经过后山，会看到河流，看到水郡。我想这是第一个目的，这也是我们原初刚开始，推动活化它的一个主要目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因为是马路金。这一群年轻人从年轻到中年打拼出一番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因此设法把这个日治中后期到光复初期这一段湖口商业，特别是运输业繁荣这个过程，能够把它研究出来，然后展示，让这个对湖口的历史，特别是罗家人字辈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同时加上展示推广，我想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当然，第一个部分是对湖口老街，第二个部分是对这个罗家本身。不过，我认为，最近我们不断的思考怎么样让，这个成果更全面，在架构上更完整。我想有第三个重要性。那这第三个重要性就是说，对于湖口这样的宗族为基础的，社会而言。比如说张六河，比如说戴石河、戴义龙，罗河河、周义河、周三河、范八茂、卢殿光、陈世元等等等，这些所有的宗族其实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是这样的故事我们不容易在一个一般的家屋、一般的民居把它呈现出来。
但是所有的这些宗族都很明白有一个神圣的共同的空间。那就像八角楼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闲置的空间或者闲置的房间，把各宗族的故事做一个展示。那又因为八角楼离这个天主堂还有离这湖口老街都很近，所以它非常适合作为这一种诉说宗族故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一个 window 一样，透过这里让游客知道除了八角楼的罗家故事以外，也欢迎走到南市去看陈家的故事，欢迎走到北市去看张家的故事，那也欢迎走到这个崩波缺去看这个周家的故事等等等。那这种情况下，尤其我们又先把这个八角楼放在第一个阶段诗作，那这个诗作一旦它完成之后，就可以作为后续我们继续做相关推展相关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范。台湾和八角楼都含一百规划中担任新鲜气候的关键角色，由罗福提供两栋即是工业的财产作为工业用途，都实践上延续本体客家种族文化的精神，空间上老葡萄穷下传承老街老后生的关系，未来没做到用生态博物馆的观念发展湖口种族博物馆名录，按你衷心期盼两位做得重新变到一只十种人权的地方，变成湖口种族博物馆的起点，为了湖口的种族文化现象来打开新的一页。